我等个变个魔术。哎呀，这什么变魔术是吧？这什么一个杯子是吧？变魔术，那给你变一个刘谦老师春晚的魔术啊。杯子是吧？正好我这边有一点水啊。证明这是普通的水。杯子是吧？来来来，给我看一看什么东西。杯子，一个杯子一瓶水，很简单嘛。刘谦老师春晚表演过的，你想喝什么饮料？红酒、白酒，想喝什么？红酒。红酒是吧？很简单，来，这个白水倒进去，红酒，吹上一口气，哇哦，瞬间就变成红酒，非常之不可思议。你想要什么酒就来什么酒，这是刘谦老师春晚表演过的魔术，想不想学？想。什么神奇？神奇。好，进入教学。想喝什么饮料就能够来什么饮料，其实这是刘谦老师春晚上面为了呈现给电视机前观众最好的魔术效果，所以那些人都是他的助演，知道吗？就这样才能够呈现魔术最好的电视效果。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是有道具的啊、哦。其实这个杯子底部它有一点点深，知道吧？有点深，然后只要滴上一点点的那个变色的那个东西啊、哦，然后用手指挡住，观众看不到。你不挡的话，其实观众不要近距离看也是看不出来的啊、哦。当然，近距离看就稍微挡一下，然后倒上水，它马上就会变成红色的啊、哦。原理就是这么简单，来学会的观众，我是小东，带你玩魔术。